射太阳，太阳追后羿，后羿就是韩国瑜。我就靠到你的面前，让你无法拉弓。对对对，我就是去蹭韩流，没有韩国瑜，朱立伦居然也能赢将近6%。如果韩国瑜要选总统，他会需要这些太阳。韩国瑜现在的讲法都没有讲实，到底是要拉弓射箭，一个是拉弓不射箭，今晚11点，国民大会。